san si t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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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 ti hom。那今天我们来讲这个以饭除饭，这个饭呢就是饭想的饭。一般讲起来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妄念都是比较世俗的，有的时候啊是比较粗的。那么这个妄念呢，你不去注意它，你就不会发觉。你一去注意它，你就知道啊，这个妄念呢很多，那没有来由的，没有起头，也没有结束，有的时候它自动啊，它就消失掉，那随时都会产生。那么随时也会没有，没有原因的时候啊，它也会产生。哦，这个我们称为这个妄念，也可以讲就是一种幻，啊，幻想的这个幻。那么密教的修行啊，也是一样利用这个幻想来修。在这里啊，讲以饭除饭，就是观想，就是观想。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，在密教里面所做的观想，也都是幻想，也都是幻想，一样是一种妄念。你观想也是妄念啊，观想怎么不是妄念呢？因为那个也不是真实的，是你自己用你的意念去想出来的。但是密教用这个方法，用观想的方法，以观想来除掉妄念，就是说用精细的，比较精，比较细，来阻止那些粗俗的，用很精密很细的幻想来阻止你无时不刻产生的这些妄念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还是以饭来止饭啊，以这个饭呢来治这个饭。那么观想啊，是密教里面呢，啊，经常用到。我们知道啊，这个观想啊，就代表这个意啊，意念的清净。你能够用精细的来取代那些粗俗的，就是一种修行。因为你不能一开始啊，我说哎，我一开始我就是无念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。我那你是很厉害，一下子能够把所有的妄念全部一扫而光，马上清净。寄生成佛，那你是厉害。事实上我们修行啊，都是还要靠观想啊，靠种种的这种精细的想念。在密教里面呢，也经常有提到啊，你画活菩萨的像啊，要你自己画。那些密教啊，藏密的汤卡就是这样子产生出来，你自己画就印象很深，刻在脑海里面。到时候你要想念，一下子就出来了，因为你自己亲手画了，就会印在你的心上。你这样子观想起来就更加的这个啊深刻，甚至你啊，这个《密宗道次第广论》里面有讲到，你自己去做这个曼陀罗。所以他们这个藏密啊，有做曼陀罗的原因就是这样子。
为什么要做曼陀罗？也是精神集中在做那个沙曼陀罗，就是坛城。那你精神集中做曼陀罗的时候，你就印在心上。那你要观想曼陀罗，随时曼陀罗都会出现，等于是一种灌顶。你去做沙曼陀罗也是一种灌顶。所以密教啊，是把虚空的坛城、虚空的活菩萨变成曼陀罗、沙曼陀罗，由沙曼陀罗再来灌顶行者，再来灌顶行者。所以你说要做灌顶啊，一定要在这个曼陀罗之前作为一个引子，作为一个引，然后去灌顶，以曼陀罗里面的精华感应道交啊，来灌顶密教的行者，虚空进入曼陀罗，曼陀罗进入行者的心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曼陀罗就是一个观想出来的一个坛城，所有的佛像就是观想出来的这个坛城里面的本尊，坛城里面的诸尊啊，这个就是密教啊，用这个精细的曼陀罗跟诸尊的观想，教你怎么样子观想啊，三段法身啊，入我我入啊，这个都是很精细的这种观想。那么观想出来以后呢，把你自己的妄念给它阻止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你的这个意念呢，可以讲就是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清净。啊，密教的原则，持咒，就是用咒语啊的声音的震动去感应道教，用咒语啊的时候，持咒的时候啊，就代表你的口业清净。手印就代表触的清净，身的清净。你解手印的时候啊，你表示你是身体就是佛了。观想的时候就表示你意念已经清净了。啊，利用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的方法，渐渐的这个修持，那么一直到这个成佛的这一种境界。那么佛陀时代啊，在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啊，他也经常教所有的弟子用观想法的，用观想的方法，像那个十六观经啊，十六观经里面提到了净土十六观，你就是一样一样的把它想出来，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样一样的这个啊清净的像把它想出来，然后把它组合起来，时时印在你的心，到时候你的自己的心呢，就变成你的净土。这就是啊，唯心唯识嘛，唯心唯识嘛。你把自己的心呢，经常放在净土，到时候显现出来的就是净土。就是净土，你就能够到净土。所以我常常讲一个笑话，你不认得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在哪里，到时候你还没有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净土，你半途就下车。因为你心里经常有净土，自然能够到那个净土。所以这个就是以这个一个幻想幻觉去精细的幻想，去阻止粗陋的这种幻想，这个就是密教的观想跟他的修行。 Om Mani Padme Hum。